引领牛旗，赞不赞？赞。爱也会香哦，香。我特别要二姐啦，没啦，这没困难，这方便呢。安尼啊？系啊，这个很方便。现在这个都不冷。
一个条码，都拿一个，拿一个托运单，之后上面填写一下你的寄件人的住址、名字、电话，收件人的住址、名字、电话，之后这边包裹上面贴你的条码，之后接下来这边就可以按交寄邮件，之后选择包裹，之后这边点孔，之后接下来就顺着做下去。所以依照我们厨格的大小去收费，这小格的是60块，说大中格的是65，大格是70块。说这个交寄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都可以交寄，24小时可以交寄，下班之后不受时间限制，都可以交寄邮件。所以你可以把邮件寄来这边，做邮件也可以做领取的部分，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器具，还有一箱非常方便。好。对了哈，哦，谢谢。